家好，谈谈欢迎你们。谈谈是我们新的电视台。看谈谈的时候，每个人都玩得很高兴。先小孩子可以看长孙，然后不但老人，而且年轻人都可以看。农民叫老婆来吃饭和歌唱比赛。祝你们晚上快乐。全看谈谈，当然我们的节目是世界上最好的。第一个节目是小孩子最喜欢的，是桑松和哥特。今天桑松过生日，所以他们有一个晚会，可是Alberto每个饼干都吃到了，怎么办？希望桑松和他朋友们不太生气，你们慢慢享受吧。桑松，世界上的最好的狗，桑松，那只狗我要有。哇！哇，哥特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还记得，桑松，我们可能可以让朋友来这儿吃一点饼干，喝一点汽水，那怎么样？那好极了，你给我朋友们打电话吧。我会走。那小包我也可以去吗？桑松不是去，是来。可是当然可以，我怎么会走？那非常好，我等不及要快点过生日。好，喂，就是哥特。也是桑松，你们都来这儿过桑松的生日吗？啊，好，再见啊。他们来。啊，太好了。桑松有人啊？为什么？哦，你们好。你好。我们得打门，因为没有声音。哦，我知道，请进啊，请进啊。谢谢你。桑松你好。桑松你好。我们早一点来，因为我们走路走得非常快。我的女儿常常推我说，爸爸你走路走得特别快，但是现在我有点累。我奥大夫，好，请坐吧，请坐吧。哦，还有别人。你好，我得打门，因为没有声音。啊，请进。谢谢你。为了庆祝桑松的生日，我带过来饼干和汽水。我把这个东西放在厨房里，好吧？啊，好，去吧。现在我们得等Alberto他进来了，我就开桑松的聚会。那他在哪里啊？我的每一个朋友已经来了，女人小爆破已经来了，我饿死了吧？妈妈，我想吃饼干，我饿。我也饿死了，我们来得很早，现在Alberto还没来。我可以进厨房去拿来饼干和汽水，我们一起可以开始玩。Alberto快要来了，好。好。在外面，他不知道我从厨房进来。哇，是什么？是饼干，是我最爱吃的。打开看一看呢。哦，哇，吃一个，他们应该不会知道。好，那是先试试看吧。哇，很好吃。糟了。再来一个，应该他们也不会知道了。好，很好吃。
奥菲，你在做什么呢？不可能，不行，不是给你的，是给桑松的。第一是奥菲多，第二我很饿。但是没有了。那好，我家里还有一个蛋糕，我现在把它拿回来送给桑松。好，出去吧。好。我带来了桑松的生日礼物，希望你们不再生气哦。谢谢你，桑松看看，我不生气了。那好吧。现在我想说一些话，对每个来了的人恭喜恭喜，对每个没有来了的人也恭喜恭喜。桑松祝你生日快乐，现在聚会可以开始了。哇，一起吃蛋糕吧，吃蛋糕，吃蛋糕。祝你，是我们买的一个礼物。哦，谢谢。我们喜欢你，我们希望你喜欢我们的礼物。当然，哇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吃蛋糕了没有？啊，吃蛋糕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！好，可以吃蛋糕，吃蛋糕！好！桑松，桑松，车子上的最好的狗，桑松，桑松，那只狗我要有。刚刚那么精彩的节目，我们现在还有农夫找老婆的节目，希望在这个节目里我们的农夫可以找到他的理想老婆，你们慢慢享受这个节目吧。大家好，又回到农夫找老婆的节目时间，我们今天的节目真是口准心闲的，请你们来看看。想给你们揭晓一下，司马志。那司马，你的老婆应该怎么样？她不用以前在这儿打工的经历，可是将来可能可以给我帮忙。她非常好玩，她的名字应该是浩浩康康的，她的牙色不可以是黄色的，应该是白色的。虽然，他的头发，我很喜欢红色的，可是白色的也很好，黑色的也很好，他穿的衣服没关系，因为不穿衣服比穿衣服好多了，他的腿应该是从地上到屁股，真的，我很喜欢很长的腿，那是我的最喜欢的女人。那真的不行，可能。亲爱的司马志，你好，我的名字是安安，我今年20岁，我还没有男朋友，所以我很想认识你。
我也很喜欢动物，我希望你也想认识我。再见，安安。那可以，可以。还有一点。司马芝你好，我看见了在报上的广告，我对你的农场的动物有兴趣，所以我想参加这个节目。李明说的啊，很感动。嗯，可能这一方。雾写得很大。司马你好，我叫有哥，我想参加你的节目，我很喜欢动物。有哥，他的书法非常漂亮。还有这封，布纸很好看，你看吧，非常可爱萌民。我的名字叫丽莎，我20岁，想成你的太太。学习不是我的爱好，但是我是比利时最漂亮的女孩子。哦，比利时最漂亮的女孩子。哦，好。报纸上我看了你的照片，你是世界上的最帅的男人，我们俩应该在一起。你的北北，哦，我的北北，丽莎，那么多封信，可是我选了这个四女孩，现在我紧张的不会说话了，我非常高兴。你好，我叫尤克，我参加这个节目，因为我有空，因为我喜欢动物，牛是我最喜欢的动物，牛肉非常好吃，牛肉和薯条好极了。我的爱好是开车，非常快的车，我很喜欢去看赛车或者参加赛车。我参加赛车的时候，我总摄影总摄。开车也是我的职业，我开公共汽车。还有问题吗？司马你好，我是立明，我今年20岁，我是一个生意人，我想成为你的太太，因为我觉得农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。因为经济不好，现在的肉、麦、牛奶等等都在市场卖得很贵，所以我想农场是一个可以赚很多钱的地方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想成为这个农场的主人。大家好，我叫丽莎，我还没找到我的白马王子，但是我想这个农民是我的白牛王子。我的爱好是跳舞、化妆和购物。赢这个比赛那么容易，你看见了别的女人吗？如果看见了，懂我的意思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白安林，可是我妈妈叫我安安。因为我很喜欢看书，所以我在图书馆工作。图书馆的书是我的最好朋友。我想参加这个节目，
因为我很喜欢动物。有狗。这件事跟图书馆一样，你在图书馆工作要喜欢书，你在农场工作得喜欢动物。今年我20岁，可是我还没有男朋友，所以我很想认识司马志。再见啦。好啊，因为司马现在想开始了解你们，所以现在是第一项任务，这是甘草渣斗殴。好，我给你们都一个甘草渣，你们应该把甘草渣打向别人，最后排战的人就赢了。只有一件事不行，就是刺。有问题打他以后没有问题了。对啊，双颊的粉红色水晶，你还没有看我。我觉得这场比赛很不公平，我从来没输过一场比赛。 Yoga 他不应该赢，应该赢的人是我。我全身疼，我头疼，我牙疼，我想我妈妈。我非常怕有哥。他选的是女的吗？我想他不是一个姑娘。你已经听到了吗？他昨天告诉了我一个秘密。他说你不可以对别人说我的秘密，但是我想他是一个拉拉。好，现在是智力竞赛时间。那因为尤哥赢了甘草掐斗殴，他就不用参加竞赛。他会跟司马约会，但是谁也会，我们很久知道了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整整一打有多少个鸡蛋？让我想想看吧。3+3=6+5=11+4=15个。不对啊。对呢。不对，那我不知道。丽佳，你想什么？那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呀、啊。你想买大包还是小包？我觉得是不是12？是对啊，你想得很聪明。所以第二个问题，莫娜丽莎是谁的作品？莫娜丽莎是一个女人，所以我想她是一个女人的作品。我知道是司马的妈妈的作品。不对啊，你不对。
不能回答这个问题，是不是我说不出来？Leonardo DiCaprio 不是，我知道这个问题是 Leonardo da Vinci。 对啊，好，最后的问题，一头牛有多少个胃？一头牛是很肥，它吃很多东西，所以我想它有十个胃。不对，胃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想没有。这个问题有一点难，可是我觉得有四个。对呀，安安你那么聪明，你就赢了比赛，非常好。太好了。那因为安安赢了比赛，他可以跟四马约会。大家好，现在第一天差不多完了，你们可以开始了解四马，他也可以开始了解你们，但是现在他已经应该选谁留在农场，谁应该回家。现在四马只有三克芋泥在手里，所以如果你不接芋泥，你就得回家。四马，你选吗？好，我有点紧张，非常难选。可是第一个我选的是佑格，你很漂亮。谢谢你，哥们儿。第二个我选的是立明，嫁给你。谢谢你，我很感动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非常难，非常难，可是我选了安安。谢谢你，我不知道什么说。没关系，丽莎。你很漂亮，也很可爱。可是你不是我喜欢的女人。再见啊。没关系啊。丽莎输了，我觉得没关系。丽莎是一个没有力气的姑娘，我觉得一个女人得有勇气，丽莎没有，所以她不是一个真女人。当我第一次看见了丽莎，我就肯定她不会在这儿很久，农村的生活不合适她，她就不应该来这儿，她早就应该回家。我喜欢他，可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农民的太太，他不知道动物的事非常重要，我也觉得他怕动物。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，请你们下一次再看《农夫找老婆》，再见吧。大家好，给三人做饭，没有人觉得那是很容易的。但是，如果你的饭那么难吃，或者一个人
不舒服怎么办呢？只有一个人能帮助你，他是谁啊？我还也不知道，请你们跟我看一看。拆开了爱情的保险，尚未期限是没上限，凭我感觉只有来挑选，酸酸甜甜由我做主，品味着爱情的酸甜，尚未期限是没上限，平淡浓烈我都不拒绝，酸酸甜甜都由我做主。我们有四位新的候补，他们都想赢，当然，但是只一个人会赢我们的特别好玩的奖，赢家赢500欧元。谁不喜欢那么多钱？当然没有人，所以这个星期来吃饭，真令人兴奋的。今天一位特邀嘉宾来帮助今天的候补，但是我还不说那是谁。我还想对你们说，每个食谱在我们的网站上，可能你们想试一下后补的食谱没有问题，看网上。今天贝贝给他的客人吃饭，我们去看一下他想做什么饭。酸酸甜甜由我做主。大家好，我是贝贝，我的爱好是做菜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一道菜，我总是都在超级市场买一些做好的菜，然后在家里把它热一下。我想热一下都是做菜，是吗？酸酸甜甜由我做主。36号是啊，糟了，他的房子在这儿啊！你们好，我的名字是彩虹，当然我是一个 CP 社，我非常爱90年代。我有空的时候常常去听音乐会，我也是在音乐会出生的，很好玩。我想给今天的厨师这个蛋糕，我自己做的，蛋糕是绿色的。吃了以后你的脑子有一点问题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我也买了一瓶酒，我已经喝了一点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我非常激动啊，我快进去吧。你好，你好，我的名字是彩虹。彩虹，你的名字很漂亮。对啊，谢谢你啊，我买了一个东西啊，我已经喝了一点，对不起啊，我有一点儿激动，但是，对不起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？我是花天使，我是贝贝，贝贝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高兴认识小伙儿。哇，这条花好漂亮，请进请进。谢谢你。那好，我的名字叫花天使，这个姓名很合适，因为我最喜欢的爱好是去看花。我常常在公园里看花，但是我除了看花以外，我也很喜欢做饭，所以我希望这三位客人喜欢我做的菜，希望他们很好有好的。酸酸甜甜由我做主。进来吧，进来吧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贝贝，我的名字是琳娜，认识你我很高兴。认识你我也很高兴。那我很喜欢做饭，可是我知道有点难。那我觉得厨房应该是干净的。不干净的时候，我每个东西都不吃。可是我很好奇，是你做的饭，祝你成功。好，谢谢。酸酸甜甜由我做主，品味着爱情的酸甜，尚未期限是没上限。坐吧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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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想你们应该渴了，我先给你们喝一点开胃酒和给你们吃一点少吃，你们慢慢吃吧。谢谢你很不错。干杯。好喝，好喝。是啊。啊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幅画很优美。那个女神不穿衣服。听音乐会的时候，我也喜欢不穿衣服。对啊，你看不见她的脸，但是我想这是北北的画儿。对啊，可能他的先生画这个画儿。对啊，可能啊。但是你们看了这束花儿那么漂亮，是不是啊？我听说这束花儿还可以吧？那么漂亮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个房子有点小。不行。还可以吧，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儿紧张，但是他是第一个主持单人，对，单人有点紧张，还可以吧，对，不是活儿，对。高山山山天天有我做主。我觉得他的饭有一点难吃，但是我不能对他说他的饭那么难吃，我总是说你应该做爱，不讨论。我真的不喜欢这个小香肠，因为什么东西都没放在这个小香肠里，我从来没吃过那些东西，所以我希望下一个菜会好一点。高山山山天天由我做主，品味着爱情的酸甜。上位。今天我要做的主菜是意大利面，你看这包就是意大利面，又方便又容易做。让我看看后面包装写了什么。好，要把包里的东西放在一个锅里，然后再拿水，倒在锅里面，然后开火，用慢火。搅拌9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好，搅拌9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好，现在我放一些盐下去。放很多很多很多糖，因为我喜欢吃甜，放很多糖下去，好，再放一点一点的胡椒粉，再搅拌1分钟左右就可以放在盘子上了。我想应该可以了。好，我把它放在盘子里。看见蟑螂，我不怕不怕啦，我神经比较大，不怕不怕不怕啦，单纯只会让自己更憔悴。妈咪也是勇敢表现，一个人睡也不怕不怕啦。勇气当面对，不怕不怕。
你在害怕什么？你看是不是好漂亮啊？好，给他们吃。嗯，嗯，对，你们看，可以吃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很不错，看起来我是饿死了。谢谢你。你们慢慢吃，谢谢谢谢，尝一尝吧。嗯，你再多。有点凉。我在冰淇淋上加一点胡椒粉，应该很好吃。好，再好，现在我拿给我的客人吃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，嗯，你觉得帮助别人有点难吗？很不难，因为我写两本书，带来了第二本，第二次，很好看。嗯，比特，那是谁？那是一个我的粉丝。啊，我的粉丝。好，你可以进去吧。哦，谢谢你。他们不喜欢我做的饭，
谁能可以帮助我？是我。你是 SOS Peter？ 是啊是啊，小姑娘，小姑娘。你可以帮助我吗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今天我要做意大利面给他们吃，可是做的不好，你可以帮我吗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，我知道怎么做。谢谢你。所以呢，贝贝，你要用一个很大的锅，因为意大利面要自己的自由要动，所以很大的锅。好。锅里要加水，也要加橄榄油、好吃好吃。然后这等水开，水开的时候可以加那个意大利面，还得等。所以贝贝，你做错了什么？没有用那么大的锅。好好注意。然后我再问你吧。好。水开的时候可以加意大利面。搅拌搅拌。你看，贝贝搅拌。搅拌搅拌，贝贝搅拌。意大利面开得好，所以拜拜水。我们还得用冷水洗意大利面。我洗意大利面，非常好。再放在锅里，还得用橄榄油。味道非常好。我们还需要意大利面的酱，所以那么那么那控制我那么那么那今天我要吃饭，控制我们饿，所以控制，谢谢你。我们今天学过什么呢？第一，用很大的锅。第二，好好搅拌。第三，用冷水洗意大利面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还有一个礼物，这是我新的书，叫《SOS 惠皮特》第二册，送给你。谢谢你，我很高兴有了这本书。以后我做饭会很方便啊！谢谢刘叔，再见，再见啊！我想你们都同意我的看法。今天来吃饭又有点奇怪，是不是？幸福比特来帮助贝贝，因为贝贝是一个很富豪的厨师。
但是现在每个人很高兴。明天李娜给别后厨吃饭，希望李娜做饭做得比贝贝好得多，但是我们还不知道，明天见。你们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真好看，那部菜看起来的非常好吃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是唱歌时间，今天再有三位选手，那谁唱歌唱得最好听的，你们自己看一次，别错过了唱歌比赛。大家好，你们准备好因为今天歌唱比赛会来吧，我们跟评审团一起找最好的歌手，最好的歌手可以做一张光盘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评审团，他们很聪明，知道很多音乐的事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莉莉。要问一位，我非常爱那种音乐，但是也很喜欢听古典音乐。以前我是迈克杰克逊的经理，但是现在他死了，所以我在这儿找一个新的歌手。歌手应该唱歌，当然他的嗓子的声音必须好听，衣服也很重要。比方说 Lady Gaga 的不穿很奇怪的衣服，没有人喜欢她。总的来说我有一点挑剔，但是在这儿我也很激动，第一个人快要进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我是这次比赛的评判之一。我对每一个参赛者的要求很高，所以我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。如果我的要求不高，就不会有今天的 Beyonce、Rihanna， 因为他们都是我培训出来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尤哥。尤哥你好吗？我有点紧张。当然，你为什么想参加这个节目？我参加这个节目，因为我觉得我唱歌非常好听。好，你今天唱什么歌？我的歌叫《必胜客》，我选了这个歌，因为我很喜欢去必胜客或者麦当劳吃饭。汉堡包是我最喜欢的快餐，但是比萨饼也好极了。太好了，我想对看电视的朋友说你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好，朋友们，我爱你们。好吧，你可以进去吧，祝你成功。谢谢你，再见。下一个，进来吧。你们好。你好。我可以开始吗？可以。对呀。好，三二一。必胜客，必胜客，肯德基炸鸡，必胜客，必胜客，必胜客，肯德基炸鸡，必胜客，麦当劳，麦当劳，肯德基炸鸡，必胜客，麦当劳，麦当劳，肯德基炸鸡，必胜客。静一下，静一下。好啊。好，谢谢你。你告诉我你自己觉得唱得怎么样？我想我唱得非常好。那好，我叫老师告诉你，我认为你还没唱到我要求的水平，而且唱得非常难听。
你唱得像一只公鸡每天早上的声音一样。我想你应该去一个唱歌学校里学习十多年，十年以后你再回来试试吧，可能你还有一个小的机会成为歌手。好，你有中音乐，我真很对不起游哥，但是你不是一个歌手，请出去吧。再见。好的，谢谢您。再见。我的天！我的天！他的衣服非常奇怪，谁做的？是他妈妈做的？不知道。可是他唱的真的非常难听。我想，就算他学习多十年，他也不会成为歌星。当然。我想，如果广告公司找人的话，东木的声音，我想他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。对，但是他是一个笑话。当然，我也觉得这样。第一个候选人进去了吧？我很好奇。哦，你为什么哭啊？我不会相信，他们不喜欢你的歌吗？他们对我说。你唱的真糟糕，我不懂，可能他们不喜欢我的歌，但是明年我回来，我选别的歌，但是我再试一次。对呀，不用哭，你在家练习多一点，那明年你回来吧。对，再见。再见啊，明年见。叫天使，但是你现在可以叫我 baby。 好吧，你有点紧张吗？真的没有啊，你知道我的榜样是谁？是菲比不菲，这就是他。你认识他吗？应该认识啊，他真是特别迷人啊，他唱歌唱得非常好听，也弹吉他弹得特别好听，我常常去中央公园咖啡馆听他。好吧，你像比赛会怎么样？那应该会好，因为菲比对我说，你唱歌唱得比我好多了，就不行啊，人们都给你钱就不给我，不行啊，你快点走吧。他真的是对我说，我唱得特那么好听，所以比赛应该会好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你可以进去吧。好，谢谢你。快点进来。你们好。你好。好，我的名字叫千池，但是你们现在可以叫我菲比，你们认识他吧？开始吧。我会唱他的歌，叫《抽毛》。抽毛，抽毛，他们给你什么吃了？抽毛，抽毛，不是你的错。非常感人，和你会弹吉他那是特别好，也你的演奏也特别好，我非常喜欢。他的歌声那么优美，我从来没听过那么优美的歌声。你的歌唱得非常好，我没有什么说可以说。我也很喜欢猫。对啊。对啊，我会这样说。这一关你通过了。好，你可以去下一轮的比赛。恭喜胜了。恭喜。啊，怎么样啊？非常
常好，他们对我说我能晋级下一轮的比赛。恭喜，你高兴吗？我真的高兴。那评审团喜欢你的歌吗？他们真的喜欢我的歌，他们说我唱歌唱得非常好听，他们也喜欢我会弹吉他。太好了，现在可以休息一下。对啊，谢谢你。再见啊。再见。我叫雷奇，我今年34岁，我是一个公司的经理，公司叫牛奶公司。我们在比利时做音乐做了已经10年多了，但是没有成绩，所以我们来中国了。现在我们在这儿，这是我的女舞蹈演员，她叫琳达。你们好。好，你想唱什么歌？我会唱今天晚上。今天晚上。等一下，然后。好吧，可以进去吧。祝你成功。谢谢。好。我不知道怎么想着你这个梦想，我一定要到我每位，虽然10年多，你在这儿跟我今天晚上，你们的手在哪儿？今天晚上我会结束的 baby， 今天晚上我们会生活，晚上我想跟你在这里，将爱着如那本书 Holding you forever。 晚上我想说这些话，我在这不用害怕 Holding you forever。你们的手在哪儿？拍吧！今天晚上，好。谢谢你们，非常好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歌手，好，我想成你的经理。好，比赛以后，每个人爱上了你们，非常好，钱很多，粉丝很多，好。丽丽和我决定给你们一份合约，签了以后你们就成为我们公司的歌手，恭喜你们。对啊。你可以今天晚上来我们的公司录一张音乐光盘，恭喜你们，谢谢。我觉得他唱完了，雷吉怎么样啊？非常好，我成功了，我可以录。有的人唱歌唱得非常好，可是也有人唱歌唱得不太好。评审团也觉得很难选一个赢的人。下个星期你们再看吧，还有别的候选人，很有意思。再见啦。大家好，我希望你们都过了一个有乐趣的晚上。明天我们给你们看兴奋的节目《宿舍太太》和《生活如是》鲁恩的宾馆山。
明天见啊。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担想绑在板凳上。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担想绑在板凳上。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，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，各种颜色的皮肤，各种颜色的头发，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。中国话，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。这几年换他们卷的舌头学，评上巨鹿的变化。评评这，评评这，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。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担想绑在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，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，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。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？哥哥弟弟拨前座，拨上握着一只鹅，拨下留着一条河。哥哥说，妈妈的河。弟弟说，妈妈的鹅。鹅要过河，河要渡鹅，不知是哪鹅过河。全世界都在学中国。柏林来的沃夫冈的胡琴配着电吉他，各种颜色的皮肤，各种颜色的头发，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。中国话，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，这几年换他们卷的舌头学，评上巨鹿的变化。这这平平这这平，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。有个小孩叫小兔，上街打猪又买布，买了布打了醋，回头看见婴儿兔，放下布喝下醋，上街去追婴儿兔，飞了鹰跑了兔，擦了醋湿了布，嘴说腿，嘴说嘴，嘴说腿爱操腿。是那嘴说腿，还是谁说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？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，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。我们说的话，让世界都认真听话。板凳长，板凳长。全世界。